又到了每个月房市数据回顾的时候了，随着这半年每个月的现金利率的持续上升，房价呢也开始往下走，房价要暴跌的传闻也开始兴起。那真正房市数据还有我这个月在市场上看房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那这期就带大家一起来回顾十月份的房市数据和实战经验。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我是悠悠，专注于投资策略规划、不存房产分析和物业管理分享。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欢迎订阅并点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今后的视频了。我们先看一下过去全澳每个月房市数据的表现。从这幅图呢，你可以发现2020年底到今年的四月份基本都是正向增长，那房市持续了上升将近18个月啊。当然像悉尼、墨尔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往下走了。那么五月份利率开始上调之后呢，各大首府城市也都开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持续到现在，十月房市下跌呢已经有放缓的趋势。悉尼在十月份下滑了1.1%，过去三个月下滑5.3%，在过去一年呢已经下跌8.6%。独立屋的每周租金平均是680块钱一周，单元房是在570块钱一周，别墅平均租金回报在2.7%。公寓的租金平均回报在3.7%，那么由此可见呢，公寓的租金投资回报是高于别墅的。墨尔本呢，在十月份下滑了0.8%，过去三个月下滑3.1%，过去一年呢已经下跌5.6%。独立屋的每周租金平均是480，单元房呢是450。同样，公寓的租金回报以4.1%的绝对优势高于别墅2.7%的租金回报。布里斯班过去三个月呢，平均房市下滑了5.4%，不过过去12个月还是有8.4%的涨幅。独立屋的租金平均是575一周，单元房租金480一周，但是布里斯班的公寓租金回报已经上升到5%，优于别墅3.8%的租金回报。在这一点呢，我们的出租团队也深有体会，等一下我们会详细分析。阿德雷德的单月下滑0.3%，过去三个月仅下滑了0.6%，不过过去12个月还是有16.5%的这样一个涨幅。独立屋的租金平均500块一周，单元房租金420一周，租金投资回报跟布里斯班几乎一样，公寓的租金回报5%，别墅3.7%。坎培拉过去一个月房市下跌1%，稍有好转，过去三个月下滑4.3%，过去12个月呢也是有1%的涨幅。独立屋的租金平均690块一周，单元房租金560一周，别墅和公寓的租金回报跟阿德雷德是一样的。佩斯的单月下滑0.2%，过去三个月下滑0.7%，过去12个月呢还是有4%的涨幅。独立屋租金平均520一周，单元房租金450一周。同样，普尔斯的公寓租金回报也是以5.8%的绝对优势碾压别墅4.4%的租金回报。霍巴特呢，单月下滑1.1%，过去三个月下滑4.1%，过去12个月已下跌1%。独立屋的租金平均550一周，单元房的平均租金480一周，公寓和别墅的租金回报相差不大，仅有0.5%。公寓的租金回报4.4%，别墅为3.9%。上个月持平的达尔文这个月房市下跌了0.8%，在过去的三个月涨幅持平，过去12个月有4.9%的上涨。独立屋的租金平均是620一周，单元房租金500一周。达尔文公寓和别墅的投资回报位居榜首，公寓和别墅的租金回报分别高达7.2%和5.7%，这也是当地严重的物业供货量紧缺所导致。那随着十月联邦预算的发布呢，国家住房协议得到了一些结论啊。为了解决与住房有关的供应和负担能力问题呢，政府已经提出100万套新住宅。那这将在2024年起的5年内建成。该住房协议呢，还鼓励大家都用养老金去购买，但是与该提案有关的大部分的细节仍然还是未知数啊。由于这些政策都是在未来才会开始落实，那么近期呢，不太会对于增加房屋供应所产生任何实质上的影响，所以政府呢，还是要面对和想办法去解决租房紧张变得很难负担的这个问题。根据 PropTrack 的数据，九月份的新房源比上个月下降了13.3%，与12个月之前相比呢，下降了6%。同样的数据显示呢，与12个月之前相比呢，布里斯班的总房源量增加了12.3%。那么这意味着买家有更多的选择，但是与过去的长期的趋势相比呢，总挂牌量还是在下降的。并非布里斯班的所有地区都显示出相同的变化。那么下面这个图呢，就是显示了新房源同比变化最大的这几个郊区。值得注意的呢，就是这个新的 listing 改变最多的区域 Park Ridge。在之前的视频呢，我就有多次提到过这个区呢，现在目前是在大量的开发，大家呢也是征地盖房，被炒得有些溢价。
未来租金也会非常激烈。现在这个区呢也还是有大量的土地别墅在释出，这也是挂牌数量较高的原因之一了。Park Ridge 它是属于 Logan Council 的，离布里斯班市中心开车差不多在35分钟到40分钟，主要还是以这个投资客相对居多一些。那么这个 Oxley 呢，大家都是知道它是有被水淹过的区域，在布里斯班的西边。那么该区的挂牌数量增多呢，并不排除是跟布里斯班今年这个年初的洪水有关，而挂牌数量锐减最多的区域呢是 Collingwood Park， 它是位于 Ipswich Council， 距离布里斯班的30公里，是在这个大家都熟知的大春城 Springfield 附近，算是一个最近房价兴起的这样一个区域。因为 Springfield 附近的这个房屋呢已经是高于预算，很多人很难负担，那都已经开始向这个 Springfield 附近在找房，所以发现这个挂牌数量锐减的区域呢都是相对来讲自住比例比较高的区域。我们再看一下 Cologic 的数据啊，过去12个月布里斯班的待售天数呢中位数几乎翻了一倍，2021年9月份的这个房产在网上平均挂牌呢是15天，现在的房产需要卖掉呢差不多是28天甚至更久。与此同时呢，布里斯班的这个房屋销售量比同期时间呢也是下降了2.4%，这跟利率上涨、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有一定关系的，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很多的买家都是缺乏信心，看似呢比较活跃，但是实际上真正出价的时候呢是会感到紧张和不安、不确定的。那么很多都是持着一种观看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希望呢可以等到市场跌到最底部的时候再进去抄底，但是什么时候市场真正的到最底部呢？没有人能知道。过去历史告诉我们的市场呢，它是可以迅速转换的。一旦买家的信心提高，竞争水平就飙升，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充满竞争的环境中。所以说呢，做好预算，定好计划，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布里斯班独立屋的价格。根据 Cologic 的数据呢，10月份布里斯班的独立屋中价位呢下降了2.2%，大布里斯班的这个别墅的中价位呢现在是817,000多，与12个月之前相比，截至9月份的房价呢仍有8%的这样一个涨幅。所以呢，有预算想要买别墅的朋友们呢，现在也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时机。当然，好的区域、有品质的这种吸引自住买家的别墅呢，卖价如果不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呢，他们也不是不会贱卖的。卖家呢也不着急，他们相信会等到合适的买家愿意出到他们想要的价位，所以这个对自住刚需大的市场呢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布里斯班单元房价格。那也是根据 Cologic 的数据呢，布里斯班的单元房价格在整个10月份呢下降了0.9%，在过去一年呢还是有10.7%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也是证实了布里斯班在过去一年单元房的表现优于独立屋市场。那大布里斯班的单元房的中价位现在是接近90万，最近呢我们也帮数位买家、自住买家找到了他们心仪的自住公寓。我们发现尤其是在像学区啊，还有就是有景色的适合自住的这种高品质公寓的价格呢其实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无论是从 open house 还是 auction这个来看房的这些人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走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有个别的客户也是非常幸运啊，我们也是帮他们拿到了未上市的这样的 listing， 避免跟这个多位买家竞争。最后我们也再来看一下大家都关心的这个布里斯班的租赁的市场。根据 SQM Research 的数据呢，布里斯班的控制率呢仍然是保持在0.7%不变。控制率如此之低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近些年的这个出租物业的供货量呢一直是在下降的。最新的这个贷款数据表示呢，自从2017年年中以来呢，房产投资客所占的整体的贷款份额一直是处于低于这个长期平均水平的，这也是加剧了布里斯班租赁市场的供应挑战。根据 PropTrack Data 的数据显示呢，2022年9月的新房源数量比10年平均水平还低了21%。在布里斯班呢，新出租房屋的同比变化下降12.6%。此外呢，布里斯班的出租房屋总量下降22.7%。那每一个房源的潜在租户的数量同比增加了25.9%。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搬到昆士兰东南部，导致了这个需求达到顶峰。但是呢，相对越来越少的人在进入这个投资的这样一个市场，这种不平衡呢，就导致了租金上涨，更多的租客找不到出租房。跟这个澳洲的其他的首府城市相比呢，布里斯班在过去12个月这个租金的涨幅是最为强劲的。我们的出租团队呢是深有体会啊，在11月份第一个星期，也就是在上周不到5天呢，我们就租掉6套公寓别墅。像在 West End、Hamilton、Annaly 的这些公寓呢，
还有包括在 Mason 啊 Logan 这样的别墅来看房的呢，都是在20组人左右，收到的申请呢也都是2位数，很多租客也愿意预付6个月的租金来锁住这个机会。当然稍高价位的这个公寓和别墅虽然来看房的人不多啊，但是基本地申请的都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租客品质，租金呢基本上都上调了15%到23%之间不等，公寓的租金上调幅度更为明显啊。为了改变布里斯班的这个条件呢，需要有更多的房地产投资者来进入市场，以增加出租物业的供应量，或者呢布里斯班需要看到更多的租户购买自己的房屋以缓解压力需求。但这些变化短时间内呢都没有办法得到改变，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的租金还是会继续上涨的。好了，今天内容是比较多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呢，欢迎给我们一键三连，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们。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